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蝴蝶兰。在这段时间气温高，而且湿度又比较大，是蝴蝶兰的快速生长期。虽然说是它的生长期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养护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下三件事，如果没有注意到，就很容易造成了蝴蝶兰的伤害。那么又是哪三件事呢？第一件，盆土过湿。虽然说蝴蝶兰喜欢潮湿的环境，但是呢，我们在给它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尤其是使用的这些土壤不一样，我们给它的浇水方法也不一样。像这些用颗粒状的土壤给它浇水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勤快浇一些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它这些滤水性比较好，通透性也比较好，它蒸发的水分是比较快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它浇水就放心一点。如果像这种用水台给它浇水的话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因为这种水台虽然它长得好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南方养护的话，湿度比较大，而这个水台呢，保水性也比较强的。我们给它浇水呢，就要减少浇水的次数。第二件事，高温浇水施肥。在夏季养护任何植物的时候，都要避免在高温的时候给它浇水施肥。它的根系是肉质根，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时候给它施肥的话，这个土壤的土温就会持续上升，就会导致蝴蝶兰的根系烫伤，就会腐烂，叶片就会发黄。如果新手养护蝴蝶兰不懂得把握肥水的浓度的话，就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浓缩营养液。这种营养液呢，它是通用型的，我们给它稀释水，给它浇灌，它的肥力比较温和，不会伤根也不会伤苗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的使用。第三件事，不注意遮阳。不少花友都喜欢把蝴蝶兰摆在阳台或者是窗台养护，这些地方的光照如果太过强的话，我们就要进行给它遮一下阴，这样就有利于它生长。尤其是中午时分的时候，光照比较强烈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搬到一些通风有散射光的环境让它生长，这样就避免了蝴蝶兰被晒伤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